大家自己动手做，媲美五星级饭店的玄关椅，居家用也是很适合的。既然是自己做，我们就用最低的预算和最简单的工具来完成吧。想用的材料是木栈板，用木栈板的话，一般在商场或者是仓储的地方都可以要得到，很低的金额去买到。一般的木栈板的话，大概是9公分宽，长度不一定，那厚度大概是1.7公分，我们就用它来去做成我们想要的东西。